在中国大西南这片广阔的土地上，世居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彝族部落。在这个部落里，世代传颂着一位战天斗地、除魔降妖、为民除害的彝族英雄祖先，他叫支哥阿鲁。阿鲁，你别再挖了，你挖了那么多也没出水。阿达他们在祭祀台呢，咱们上去吧。哦。
提伊斯保佑你们，你们却一直把贡品供给着叛对神鹰。天恩浩荡，岂能儿戏？你们藐视我，就是藐视天庭。哼！你们给我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才是你们的神，鹰神早已不存在。七日后午时，祭台上全换成我的雕像，供上99头黄牛、99头白羊、99只公鸡，还要供上9位少女来当祭祀品。到时候你们做不到，我要把整个鹰部落全部毁掉。这是灭我鹰部落啊！现在妖魔在人间作乱，连年灾荒，土地上寸草不生，牛羊都被饿死了。你怎么与妖魔一样吃畜害人呢？凡魔者死。哈哈哈哈！阿达，七日后我会再来。阿达，阿达。阿达，阿达，阿达。德布说诺湖中央的岛上有一把神弓，这把神弓可以斩妖除魔，有一条神龙守护着神弓，需要龙年龙月出生的人才有可能拿到神弓。有谁是龙年龙月出生的？我去。乡亲们，你们回去吧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大家都回去吧。
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哎，哦，那女子的别。
旁边的站子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他不就是那个寨子里的寨民？小声一点，苏尼在做法呢。哎，年轻人，看你这装束，好像不是我们一个部落的人呐。我来自鹰部落，迷路了，请问回鹰部落怎么走啊？哦，你要回鹰部落。回鹰部落呢，必须要经过虎部落，往前走，再往东走，走3天呢，差不多就到了。哦，是这样，多谢你们了。对了，你们怎么不回寨子里啊？哎呀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上个月我们寨子里来了一条大蛇，牛羊全被吃光了，还要吃人呢。家家户户都关门闭锁，不敢待在家里。哎，看见谁家有人烧饭冒烟，他就知道家里有人，他就过来吃人呢。这条蛇巨大无比，他的那个嘴呀，可以吞得下10几个人，还会喷出毒液，人一碰到那个毒液，就必死无疑了。哦。烧火，冒烟，蛇。我有办法，我有办法制服这条大蛇。你能制服这条大蛇？是真的吗？不过，到时候我需要几个人来帮我。哎，这是什么剑啊？
看着啊，还真不错。快，快来，他醒了。没事吧？哎，你醒了。我在哪里？你在我家，你都睡了好几天了。你和那条大蟒蛇搏斗的时候中了毒，是我们救你回来的。你为寨子除去这个祸害，我们都很佩服。你真是个大英雄。大英雄哎。谢谢。你们的身体为什么这样矮小？我们以前和你一样高大，是深山里的女妖所害。只有杀死女妖，解除咒语，我们才能恢复原貌。你们部落没有勇士可以杀死女妖吗？哎，都被耳提英子杀了。我会想办法杀死这个女妖，解除咒语。女妖就是她的同伙，你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，她法力很高，手里还握着可以掌管凡人生死的经书，除非你能拿到神鹰的遗物。可是为什么叹气？接着说完。我不敢说。这宝物是女妖藏的，当年就是偷听到了这个秘密才被诅咒的。女妖还有一本经书，他能看见凡人所做的所有事情。你等着，我有办法。你就在竹筐里跟我说，别怕，到时候你要在镜上看到的是竹筐说的，不是你说的，你就放心好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是否在经书上也能看到我的身世啊？哦，好。
凡人穿着神衣铠甲，他还杀了我们的人。嗯，不可能，那群人早就被我诅咒了。那是谁说的？这经书上说，一个九只眼、九阶喉结的人说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凡人？这经书上乱说。女妖手下的小妖心狠手辣的，来无影去无踪，还经常吃人，正应该消灭了才是。这妖猿还真的很厉害，我和他们打斗了很久，还真没消灭他们。看来要彻底消灭他们，必须智取为上。请问有谁知道这妖猿平时的习惯和脾性？哎，我们都不敢说。听说他是天神耳听一字的同伙，手里边有一部能控制凡人生死的经书啊。唉，是时候消灭他们了。妖猿的习惯很难说，但是我知道他们喜欢学着人做事情。
一会儿把假刀带走，把真刀分散放在地上，然后把水喝完，在所有的坛子里面装满酒。好，清楚了吗？行，好，好，好嘞，好，好，好。
你这女妖祸害灾民，我今天杀了你，等我着死呀。知格阿禄，请问焦桐木那座山在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山呢，就在旁边。它被天神的耳提金兹上了诅咒，山上机关重重，是有去无回呀。阿鲁他不会回来了，我们还是按照耳听一字的话去做吧。不行，比目阿扑不就白死了吗？还有三天时间，阿鲁会拿到神功回来救我们的。阿鲁他回不来了。完了完了，阿鲁肯定回不来了。怎么办呢？我只有一个女儿。完了完了，这一劫算是逃不过了。我看呀，去了这么久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回不来了。哎，阿鲁他不会回来。
阿嬷。阿鲁，我的孩子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快来救我呀！我来救你了。我是你的孩儿阿鲁啊。真的是你吗阿鲁？快走近点。阿嬷，让我看看。阿鲁，20年了呀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快，阿鲁，你和你的父亲是一模一样呀。阿嬷，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是谁把你关到这里的？是那个魔头耳听一子。当年他杀了你的父亲，又把我掳走。因为我不从他，惹怒了耳听一子，就被关在这里。来，阿鲁，跟我说说，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的呀？阿嬷，我从小被一个老兵母收养，部落里年年闹灾荒，阿国，你还要去？你还是去山下躲起来吧。不，我不怕天神，我相信阿鲁哥一定会取回神功救我们的。都这个时辰了，他不会回来了。当年你父亲为了保护我们跟耳听一子决斗，虽然弓箭刺穿着魔头的身体，但是他的心脏的位置跟常人的不一样，平常人的心脏是在左边，而这个大魔头的心脏是在右边。
听到了吗？这个就是救我的那匹飞马。阿鲁，快把你的弓箭拿出来，对着上面打个洞。好。阿莫，你往后避一下。在一起，但这是天意。不，不，阿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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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没有树立我的雕像，没有九十九只牛，九十九只羊，我要灭了你们全族！哥哥，怎么样？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！你这丧心病狂的恶魔，我们就算死也不会屈服于你的。阿鲁哥一定会带着神功回来救我们的，你等着受死吧。你这不知死活的黄毛丫头，我杀了你。还没死，中！阿鲁回来了，阿鲁回来救我们了，阿鲁哥，阿鲁哥，阿鲁哥。他为什么不用神功呢？你看他的箭篓是空的。呀，
你这小子命还挺硬的。闭嘴，你这畜生，欺压我族人，杀我阿达，还囚禁我阿母二十多年，这就是你神的所为吗？我是神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这是上天给我的权利。我们的命运由自己主宰，绝不屈服于你这恶神。我要杀了你，让你永远不得轮回。神剑也敢来杀我，阿鲁！今天你灭了我的肉体，却毁不了我部落追求自由的决心。我死后，自会有人杀死你这十恶不赦的恶魔，去地狱见你的阿达吧！
是神鹰之子。